咯，即係走世界嘅 tour。我諗呢個係每一個 band 仔都最想做到嘅嘢。我就係想做到一種自己嘅 style 出嚟，即係喺香港一個比較獨特嘅 style 啦。其實本身以前係俾人呢個係好 acoustic 啊，好 pop pop 地，唔係就係 acoustic pop 咁樣咯。咁就會想搣甩咗呢一陣頹咯，係啦。咁我就會轉，即係我以前係出咗嚟用木吉他嘅，咁我就開始而家用嚟翻。賺翻電吉他咁樣咯。一個時間自己就係、是就是、我覺得可以喺我哋喺一兩年嗰度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盡量多啲機會去同即係其他人嚟去見面，用不同嘅方式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例如出 show 又好，或者一啲即係訪問又好，乜都好。總之我哋係好想即係、就是、令到自己嘅曝光率增加啦，多啲人哋可以認識到我哋。全認同啦，即係呢個唔係夢想，係理想，因為係真係有例子，真係有潛力去做到即係靠住自己一手一腳努力去，即係做到成件事好大出嚟。唔單止音樂啦，咁其實好多唔同嘅你自己有嘅夢想咧，其實都係好取決於你自己恆心同埋努力有幾大。其實好多人都有夢嘅，但係佢哋唔會講，唔夠膽講，係因為佢會用行動去話俾人哋聽，佢會做到啲乜咯。但以前係會一個評判同埋參賽者嘅身份去所謂嘅同台咯。之後而家我哋喺度不斷努力，不斷去嘗試自己一啲新嘅突破，不斷努力做音樂，咁最尾可以同到佢哋同台。咁其實我覺得真係。其實玩音樂不是一個很無聊的一個夢想，很開心的，是的，以前是在台下面看他們出 show， 今天可以在台上面，台上面即同一個台表演是開心 的， 是的。其實我感受是超級大的，因為呢我第一次接觸獨立音樂呢是在一場叫做中港園，中港粵音樂滾神，係啊，即係我第一場係阿謙帶我去睇嘅第一場 Indie Show， 咁嗰一場 show 入邊就係咁啱有呢三隊 band 咯。哇！真係噶？真係有呢三隊 band。改進你嘅技術啊，或者去進步，夾 band 都係一個，即係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個相處嚟嘅，就即係盡量就夾好個人先，先至再夾 band 咁，我覺得。先經得起考驗，同埋齊心，即係你夾 band， 你一定要係即係大家可能即係就一就啊，尤其是我哋而家依翻工嘅，就一定要大家去夾時間啦。只要你做好自己咧，咁你嘅努力總會有人睇到嘅。得唔得？耶！嚟緊12月12日，8点到11点，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Music Show。Parkland Band Show 2015，門票已於 Parkland Music 16间分校公開發售。音樂吹夢不是夢，有我哋小紅帽約定你。